这个风筝要制作呀，得用削竹子。你看，你也拿着，你看看啊，把这个外皮要把它去掉，对，然后对，然后粘上，哎，粘完了以后拴上皮线，哎，然后呢可以绘画。能看到，能看到。这个大风筝放远了不显大，咱们这小风筝放远了不显小。还有这个叫空气动力学，哎。